哇，不对，不少不少的呀。这个个儿很大啊，耶、yeah, ，不差的，中国。Mantap besar. Satu ikat berapa ya? Satu ikat. Hah? 60.000. Berapa ya biji ya? 10 papa.网友们还记不记得这边是小松经常以前分享的这个大桥下的鸟市啊？现在呢，咱们先到旁边就是一个市场，老市场，咱们到里边逛逛啊。一般早上、晚上这边都卖菜，很热闹。晚上这边另外一番景象啊。好了 ，Let's go。这个花啊是。安葬的时候撒的这种花啊，这么一个小店啊，这边是香油精啊，里边有很多金店啊，很多金店也有很多华人在这开，但是有的可能他不太会讲中文了，因为现在这个是在雅加达的南部啊，南部华人相对来说少一点，雅加达西部和北部华人比较多啊。哎，这边卸货。今天有点阴天，一会儿要下雨了啊。Go， 来一包。哎，这就是豆饼，用这个黄豆发酵，香蕉叶一包，可以炸着吃，也可以炒。Go， 可以。这边是准备要装货卸货的。要把给，要把给，要。卖鞋的，卖这些厨具的都很多啊。这边是豆芽，最早小松来也在打的时候，很多这些停车人员啊，因为这个印尼的路况啊比较狭小狭窄，很多地儿停车呀都需要人来帮忙。狭小，然后这个很多停车人员，我以为都是警察呢，实际上人家是停车的人啊，负责停车的。看看，这个是陈皮，哎，桂皮，桂皮，老说错了，桂皮。哟，好一把，这是大料，八角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炖肉用的。黑胡椒。嗯，黑胡椒长这样啊，拉大一大，呀呀，黑胡椒就这样，买一袋吧，买一袋烤肉用。啥都不让买呀？立马就打，你卖钱。还没啥多呀？大力，哎呦，苏萨，嘿，哎呦，不行，苏萨，啥都打啊，苏萨。呀，这一个2.5块，黑胡椒。这个叫豆蔻姜，这是虾酱，虾酱啊，这边虾酱用的比较多，这种阿胜阿胜阿胜，这是一般炸鸡会用一些这种香料。哇，这就是黄姜啊，在印度用的比较多，用做咖喱啊，里边非常黄啊。还有这种草用的比较多，很香。这个小松做这个泰国菜也用这个多。好了，2块钱左右。哟，放巴里巴里猪吧。这胡椒，哦，这就是丁香，你看，丁香。骑行的时候，路上有很多卖这种丁香的，就是王西芒、草果、小
蚊香，黑芝麻，哇，黑芝麻也有啊，还有这种大蚊香。这个我不知道，应该是孜然。这个闻一闻，闻不出来，这应该是大蚊香，这应该是孜然。好了，有点收获啊，看看这边。柠檬啊，黄的柠檬，青的柠檬，辣椒。啊，没啦，嗯。卖的量就大啊，你要一下子买一称一斤什么太多了是吧，而且这香料的东西它不是，也不是说一下子用很多，买一点能用很多。哦，这是干辣椒，这挺好的。你那不要白呀，小布鲁，这个5块钱。干了丁棒啥都可以了，不要白呀。哦，马哈人跟着格林哈，大概40多块钱，如果买这一包呢，大概5块钱，对，5块钱。晒得不干啊。勒啥豆芽？买一包吧。撒玻璃布呀 ？OK。哇，这是蒜，黄埔地啊，黄埔地两部论，黄埔地冻干了耶，妈心。哇，有收获啊，买点香蕉呀。这边是厨具，哇，豆腐 boss 哟，很大户，我打了一 boss 这个人呀，大户。哇，这是长脚鱼啊，啥都 kilo 包吧呀，啥都 kilo， 我的老板，12块钱左右一公斤啊，等于6块钱左右一斤。长脚鱼，这是卖打火机的，你看拿着一小包，是吧？好记，对吧？这是一种熏鱼。蒸鱼啊，蒸鱼，这是熏的，这是蒸的啊。冷霸王鱼，行，可以吧？哎，冷霸王怎么样？这里边有卖肉的，有卖菜的，鸡肉啊，热闹啊。其实它旁边，哎呀，这还有小吃呢。哇，蒸香蕉啊，用那个香蕉叶包的做的米饼啊。啊，这边是做这个椰浆，要一包，把给你给真的呀。哥。哦，好，不敢。把这走啊。哦，耶耶，屋里咱家。OK， 把这个皮剥下来，然后如果做成那个椰浆水，在这里有椰浆水。啊，这边卖这个，哟，把给。哟。行，早上的时候就是很热闹啊。哇，这边臭豆。高很多，哇，不对，不差不差的呀，这个他个儿很大啊，耶，不差的，中国，满大米的，啥都一看，不知道呀，啥都一看，啊，那不如一步，不知道呀，北京啊，58的，哦，不差的。它这个比较大，它卖28块钱左右吧，这一嘟噜，这一嘟噜得够10个人吃的。对，3米。呀，哇，这也是另外一种臭豆。如果这个臭豆呢，把它
剥开里边就是这样的，它这个味道非常的特别啊。这个是另外一种，金钩。金钩，金钩的。你看这边都是，放下去，放下去。你看这边都是，哇，全都是臭豆，哇，这很大，你看，这很大。不萨的，大大马苏不萨的。大，大。啊？Kirim ke mana itu? Kirim, ya. Video, YouTube ada. Video, YouTube, YouTube nya apa? Apa YouTube-nya? YouTube ada. YouTube-nya apa? Yinli Xiaosong. Xing Shang, ha? Yinli Xiaosong. Xing Shang, ha? Yeah. Xiaosong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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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,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这是虾饼。虾饼。这都是虾饼，这里边还有卖衣服的，哇，这市场啊，这就是老市场啊，老市场里边就确实很热闹啊，什么东西都有卖的，非常齐全，日用品、生活用品，哎，小的东西，针线头，这边都是老市场都有。因为卖的年头多了，所以东西都齐全。你看这儿修表的，修表的，还有吧，金店啊，卖这些，买这些金店都有啊。看这老市场，别看这个市场里边这个设施破破烂烂啊。但是特别有味道啊，有这种生活氛围、生活气息啊，对吧？你看金店多热闹。好了，早晨呢，逛逛这个市场还是挺有意思的啊，因为市场呢，人气儿最接地气儿的地方。等一下逛完了市场呢，咱们再去逛逛。鸟店啊，看棉花糖。逛逛鸟市啊。好了，印尼小松在雅加达南部的菜市场啊，老市场，欢迎大家的收看和点赞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记得关注。巴萨尔拉亚。